这是我第一次拍 vlog， I'll try to make it as awkward as possible. You. 我们刚才已经驾车驾了差不多五个小时半，五个小时半。然后我们现在在 Kuala Besut Jetty， 等下要坐 boat 去 Perhentian， 目的是要带他去潜水。带他去拿潜水的 license， 也就是 PADI Open Water Diver License， 有什么感觉？紧张。啊。啊。Steady 点，怕什么 ？Pass。Why？ 错。No。我们现在要去坐船。See you there。See you there。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去着我们的resort 吗？是 resort 吗？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的 dorm。哦，好漂亮！哦，还有鱼 ，small fish， big fish， big fish。刚刚 check in 了我们的房间，是一个很普通的房间，很普通的 dorm， 有一点恐怖，但是还可以啊。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我们的 dive center， LiQWYD diving。So we just met up with our dive instructor, Santi. Hello. He's from Argentina and he'll be teaching Tan Ying how to dive. Yes, yeah, how to scuba dive. How to scuba dive. And right now we'll be watching some scuba diving videos. 总共要看多少个小时？我不知道哎。没有讲哎。几个小时啊？蛮久一些。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之前已经拿过了那个 PADI Diver's License。之前是在本店拿的，不是在这里啊，就是在另外一个 dive resort 拿。它的 license 是长这个样子，它中间有它的 PADI 的 logo， 它上面有一个 open water diver， 然后就有这个 license 过来，你就可以去世界各地的dive center， 只要收下你的 dive license， 然后它就可以带你去 diving。Good thing about this is that 就你去 diving， 你就不用怕有那种 safety issue， 因为他们都有被这种body 管制。然后我那是两年前呢，就2018的时候，我再去考另外一个 license， 就是 advanced diver 班。这一次我是去跟SDI， which is Scuba Diving International， 这是我 advanced license。我本身是比较喜欢 body 的，因为它比较懒。他比较 colorful， 然后过他后面就放我的照片哦，你看我这张照片，这是我潜水过拍的，整个人是焦掉了。然后过我去考 advanced 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 send 他我自己的照片，就是我 Instagram 的照片，我 email 给他，然后帮我放进去。哦，不喜欢的是他 spell 错我的名字。他叫我昌露丁。What？ 我这个 open water diver 呢，如果你要拿到他的 license， 总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theory， 第二个部分是 confined water diving， 第三个部分是 open water diving。So theory 就是 basically 你要坐着，然后他会给你看 video， 或是他会让你读一本书。然后 after 你 complete 了那个 video， 还有那本书过，他会叫你去做一些考试来 test 你的 knowledge。然后 confined water 就是他带你去一个比较浅的地方，或者是在一个泳池里面做 diving， 然后他会 test 你，还有教你那些 diving 需要用到的 skills。然后最后一个 part 呢，就是 after 你 complete confined water 和 theory 了过，他会带你去
正式的去 diving， 就在外面大海里面 diving。 那你 complete 完全部东西三个 component 过后，它就会certify you as a diver， 那你去拿到你的 license。 Back to 丹尼。A few moments later， 现在已经八点了，我们终于上完 theory， 然后他已经考试，他已经 pass 了，有一点难，但是主要是 pass 了，明天可以开始 diving 了，什么感觉？感觉紧张、兴奋、害怕。哎，兴奋。为了奖励你 pass 了你的 exam， 睡醒了没有？没有。有睡到吗？没有。啊？Looking good there. Hello. 你在做什么啊你？先按，先开这个。然后我们就把它放进去。还有一个，放进去。锁起来，你要没事。它不会掉。OK，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system， 给你呼吸的。开这个。你讲没用吗？对准这里。把这个东西 click 进去。Look， 把这个压进去。把这个东西塞进去，就开这个一点点，就开完，发现，哒哒，它到220的话，人家乘10就是200，就inflate。我们去这海边做我们的 confined water dive， 是不是很重啊？
做了 confined water dive， 有很大的恐怖，昨天是一点点恐怖对吗？今天是很大的恐怖。哇、哦！我在那边看着他做，我有点心脏病啊，我不懂他能不能啊。但是最后还是成功了。耶、yeah ！他整个样子要崩溃，将他做到，反要称赞他的地方是他没有放弃，很好。Hello， 今天是 Day 3，我们今天又要去 diving， 昨天 dive 了一整天，有点累。今天希望可以带我们去 open water， 因为昨天到处都是 skills 吧，但是我们的 skills 还没有做完呢、啊，就是还有一半。希望今天可以 complete， 然后我们就去大海里面 diving， 耶！今天很开心啊，你是的、哦、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潜水了、哦、我们出海潜水，是的，我从船翻下来，虽然有一点久，是，不过是很好的、yeah、很爽的。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很大只的 stingray。 哇、哦、yes， 好像一个飞碟样子，真的很大，哇，好兴奋，但是我们没有去到太近，因为有点恐怖，它真的是有点大。是，我们还有看到什么？看一只很大只的 puffer fish， 看到很多只的尼莫，这是正常。你看尼莫看到蚬子，是的，他以前 snorkeling 的时候就很兴奋、啊、看尼莫，哇，尼莫，因为他在下面，每次在上面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像很爽，但是下去看的时候太多了。多到有一点闷，到处都是、哦、看到闷鸟，哇，这样厉害啊！要看一点别的东西。看到闷鸟啊，现在是的，show你们一点不是很漂亮的山色。哎，从自己看好像很漂亮的。有吗？还不错这样哦。哇，就不错这样啊！哇，可以拍张照吗？就这样，yes。
OK， 我们，喂 ，Hello， 这么有你，不要这样，晒黑哦。喂 ，Hello。跟你聊这。举一举我你。Hello。Hello。拜拜。哎呀，有没有灯？有灯了喂。我们现在在 Long Beach， 然后那边有 Fire Show。Let's go。我已经学会了，已经拿来算了。是的，都很顺利，都潜得很顺利。至少前面几次啊，前面一两次有点小困难，对吗 ？Something wrong。是的，把沟都蛮顺利，都蛮开心，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是的，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式的 PADI Open Water Diver， 怎么感想啊？我应该一年会去潜一次潜呢，因为没有什么时间。哦，我们是在 Quiver 在听潜水，觉得他们很不错啊，可以教会这个人。他们有耐心，主要是。拜拜。拜拜。